挑战吧大神有 YouTube 频道了，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，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，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挑战好，马上是我们的拜布复活战。今天我们的种子呢是啊，迪兰，30,900，哇，很高。到最后要跟我决战的话，35,900。对，你们三个谁胜出再跟他 PK。哦，单打啊，对，单打。嗯，因为你没有从来没有到那一关，你也不知道。来，开门。想了解，表示想了解。我们打三把牌是？对，一人一把。十一，好来看三家的牌。庄家这台的牌。不言，好运的位置，加油！哇，服了！哇，出扇，北风，东风，我左手哈，嗯对，啊北风，红中，南风。右手下，红中，左手还是不会打牌，牌底，这奇怪，我们要配合镜头。发财，花，九啊，这，南风。九筒，南风，三筒，阿妹，六筒，希望，西风。九条，我讲，七饼，二筒，红中，东风，五筒。既然如此，三条，二条，哥今天脾气不错，没有什么脾气，六万，你在我后面讲这个，我很害怕。对。服了，这样就早点结束。哇，为什么会猜九条啊？我想说找一个来找找找找找找出来给大家看。你也会笑人家？哎呦，你也有资格笑人家？这个，哎呦，志明不打九条那么好碰的。不是，他本来九条就有一对，他打了九条又抓九条。哦。那就继续打九条就好了，还就打三五条，想转一下。昨天庄家两台，拜布复活战的第二把啊，木岩庄家，好，开门，来，五，来看三下的牌，庄家木岩，三郎，鸡鸭龙哥哥，嗯，错边，好嘞，支牌的牌，来，北风，嘿嘿。很忙碌。一饼，西风，我好紧张啊！两条，二条，来比。
四条。我猜。三条。怎么会这样？一万。一万。东风。后。哈哈哈。九饼，四条，五头，吃，哎呦哎呦，完美，再一个九饼，哇，开始有饼，九条，七饼。小鸟，八饼，九饼，我真是紧张。你不要紧张，我比你更紧张。我真是紧张。我真是紧张，这个牌让我那么难抉择。怕你翻桌，我真的很紧张。你看，我看海哥眉头都皱起来了，我都不敢抬头看他。总是要打一场。七筒。有吃到吗？没有。我看我听到这边一直有叹气声，他就是为了盯你的啊，所以丢那张。没有，我是盯上家。四条。我是盯下家。一家盯一家。四饼，海哥说慕言真的不是乐天最会打。九万，没事啊，至少不是最差。花，那边对，那里没错，到处抓，抓了一整圈呢。南风，南风，没人的碰。哎呀，一饼。发财，会，白皮，二花，西风，你的手又那么好肥那么大，一头马上伸出来，对，他的手很一致的停在那。哦，真的，一根手指头遮住全部了，六皮。九条，嗨，九万，哈哈，哈哈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上牌，不玩了。八条，你又要玩了，上了，一直鼓励我，就啊，勉强玩一下。小鸡。有时候中年男人是需要鼓励的，需要一点鼓励，鼓励给他一些鼓励，他会有一些做法。还是需要社会鼓励。我要三万。你要给我一些鼓励，我会有一些做法。这样这样，这样这样，真是痛。来倒下来，倒下来。为什么我每次这样猜，他都会这样来呢？庄家啊，还有北风三台。败部复活战的最后一把，来。也庄家，八点，他看三家的牌。庄家，吉亚龙哥哥。这就对这里。好，看外人。志凯，慕言的牌印。好，你们三家分数给你们报告一下啊，哈。现在志凯，你现在最高分是，哦，吉亚龙最高分啊，6400呢。6400哈。对。然后呢，志凯6100。嗯。最低分是慕言2500分，放了两炮之后。来。现在你要摸七台，啊，你自摸要七台，对，慕言啊，胡七台了，胡七台摸四台，摸四台，对，好来，出战，成功，再出差，你们俩只差300哦，对，嗯，随便胡了哦，你们两个，北风，
对方。对方。发财。东风。哦。西风。你都不能侍奉。二万。要做大牌。我都。对，你侍奉就没有台了。台数才会够啊。对。空中。对啊，就要门清一摸三才有啊，所以不能侍奉啊。三条。三条。谢谢。白皮。碰。五同。九同。九品啊。九万。碰。啊，你的错错。五同。哇。五同又来了。四条。八万。二条。花一只。花一只。哦。三三四四。三三四四。五条。五条。哎呀，手机。发财。六条，一花，四条，来吧，来吧，宝贝，八条，八条，啊啊，玩鬼的都好服了，人家赢了，你还倒下来，这个真的是我。你放三把，你玩三把放三把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运气不好啊，你还没听啊？但是这样还没听，对啊，还没听啊，运气不好，真的运气不好，我真的运气不好，我辛苦你了，累了累了，五片白皮两台，刚刚只差加龙三百，所以恭喜哇，我们卫冕的志凯啊，败不复活战获胜，他跟迪兰两个人决战北方北。挑战吧大神 APP 重磅升级啦！现在只要下载并登录，就可以参加转盘拿高礼，还会周周抽出精美好礼，还不赶快登录拿好康打麻将！